脑力极大，终于来到了最后的尾声。每位参赛者其实都背负着不同的使命。你今天负的使命是要给家里看，给爸爸妈妈看。有的甚至赌上尊严，为了荣誉而战。当然是希望自己是第一名啊，不然来干嘛呢？请锁定今天晚间10点超市金头脑。